一首《我的歌声》里唱红两岸三地的内地歌手曲婉婷终于出现在台北跟大家见面，不过为的不是自己的专辑宣传，而是为了连续第三年在台湾举办的冰上雅姿盛典现身。因为生长环境的关系，让她特别喜爱这项运动，也很兴奋参加这个盛典。从小就是比较喜欢滑冰吧，在哈尔滨长大的，所以就是有很好的天然的环境。对，然后冰，对，然后我姐姐又是一个冰上就是花样滑冰运动员。这次主办单位力邀各地顶尖滑冰好手来表演，同时请来歌手曲婉婷、摇滚皇帝500、梁文音跨界演出，一同为流行音乐与花式滑冰做完美结合，带给观众一个视觉与听觉兼备的绝美飨宴。而曲婉婷也特别跟内地滑冰巨星严寒搭档合作，边滑边唱，不知两人的默契怎么样呢？现在这一刻来说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对吧？嗯，还配上了，还好，肯定还会好的。还会好的 ，I like your answer。听起来两人都很有信心哦，那就来看看练习的怎么样吧。虽然两人互动还是略显生疏，不过套严寒一句话，肯定还会好的。风行娱乐台北报道。